交往的这10年期间，我没有任何在生活上或工作上或生意上帮过一次忙。所谓帮忙，实际上都是我跟他的正常的相互的商业行为。这是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的一起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本案的第一被告人肖某军正在针对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发表意见。肖某军辩称，公诉人指控的本案第二被告人胡某喜并非投靠自己，也并非自己的手下。他与胡某喜的交往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并且他对公诉人指控的绝大部分犯罪事实都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你这一个组织领导和社会性质组织罪，以违心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袭击致死罪、集中斗殴罪、开山工厂罪，非法使用枪支弹药罪、强迫交易罪、妨害主政罪、窝藏罪、行贿罪，都有疑，对不对？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我得确认一下，是不是？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自2011年起，肖某军和胡某喜就在湖北省潜江市纠集了多名有违法犯罪前科的社会闲散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肖某军对公诉机关的很多指控都有异议，并且认为这些都是另一名被告人胡某喜的诬告陷害。根据那个胡在庭前会议上的自我的解释，就说他曾经受到过对他从亲的这样一个诱惑，对我进行了栽赃陷害，所以按照他自己口来说的一些事实肯定是不成立的。那么肖某军和胡某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否真如肖某军所说，胡某喜并非其手下，也不是其组织的重要成员？对此，公诉机关又会拿出哪些证据来反驳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盘踞多年，当地百姓谈虎色变。那肯定是那谁谁那人摆平的，他们的势力在潜江太强大了。收买人心，闲散人员为其卖命，就给现金、给车、给房，就是收买人心。历时2年，攻坚侦办，特大涉黑团伙被一网打尽，消失集团覆灭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在湖北省潜江市，提起肖某军的名字，曾一度让当地很多老百姓谈虎色变。那肯定是那谁谁那人摆平的，他们的势力在潜江太强大了。只要谈起肖军，那就都觉得他是，就是都说他是黑社会的大哥，他的公司就是黑社会的培训的基地。拐了不动，走了。动，我不动。走啊！我不动啊。2018年9月，由湖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孝感市、应城市两级公安机关历经2年的攻坚侦办，将这个以肖某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网打尽，包括肖某军、胡某喜等在内的29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组织领导者是这个肖军，然后呢，他通过胡喜在管理下一层，组织领导者就是这个肖主任胡主席。第二个层级是积极参与者，积极参与者包括李子印、李胡、陈小忠、刘子平这些人。然后这个陈小忠、刘子平他又带着一帮人积极参与，所以分成了3个层级。随着肖某军等人的落网，
这个钱江市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涉及的众多案件逐渐浮出水面。那么，以肖某军为首的这伙人为何能够在当地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一切还要从2011年9月发生的一起案件说起。当时，肖某军涉黑组织的二号人物胡某喜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被人给砍伤了。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最初是刀手被抓的，然后胡喜他们通过江湖的他们自己的一些渠道，就了解到是蔡志梅安排人搞的，这样胡喜就一直想着报复。据了解，蔡某梅是当时活跃在钱江市的另一个黑恶势力团伙的头目，他跟胡某喜素来不和。胡某喜被砍伤后不久，他的手下就发现，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的门口停着一辆车，车上的人很可能就是下令砍伤胡某喜的蔡某梅。他就给小钟打电话，小钟就，我当时和小钟在一起喝酒，小钟就叫我帮忙给他开车一起去。据团伙成员刘某平供述，当时他和另一名团伙成员陈某忠正在喝酒，胡某喜打电话给陈某忠，指示他们带上家伙过去看个究竟。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蔡的话，就立马动手做掉他。这是当年事发时的路面公共视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两辆车一前一后，后车抵住前车，以极快的速度驶了过去。追到一个路口的时候，胡旭的手下就开车连续的撞击这辆车，导致这个车子翻车，最后将路边的一个摩托车司机撞死了。脑壳的骨头就全都穿散了的，那鞋子那车子就穿的那个全都穿坏了，没得一块是好的了，那鞋子啊，脑须啊，那头部全都穿坏了的。路人无辜遇害，案件性质恶劣，肖某军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指示胡某喜做好善后工作，就立马赶过去跟胡喜说这不行的，就让胡喜安排当时作案的人赶紧投案。当时他跟你说让你去自首，然后赔偿的这个钱我来出，是这意思吧？是的。最后的钱也确实是胡喜出的，是吗？是的。胡某喜出钱，找人和被撞摩托车司机的家属进行了多次协商，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胡某喜答应赔偿被害人家属22万元。家属说那没办法，他们都是这帮人都是黑社会，在钱江有权有势的，我们也只能说拿点钱，这个息事宁人算的。黑社会，那这谁老都晓得的，黑社会你沾不得的啦。就招惹不得。赔了钱的还要我们那个我们家里兄弟们都签个什么词的，说是灾害以后赔了你们再就不要再提那个事情，不，哎呀，就是说不怎么再还那个案了，就是那个事情。最终，投案自首的刘某平被当地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这个案子呢是奉罪，但是他们通过他们的运作，这个案件仅仅就是刘某平一个人承担的责任，判处有期徒刑3年。这样来逃避打击，就是通过他们的运作将重罪轻处，这个同时将这受害人这个让他们不上告不上访。他们组织内部的人都说这个案件最后就让我们在钱江就有一个地位，我下手比较凶狠，而且呢我关系也比较强硬，反正什么事儿都可以抹平。这个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让肖某军一伙人在钱江市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坐牢的刘某平成了这一伙人的所谓英雄。在刘某平服刑期间，他的家人得到了肖某军、胡某喜等人的格外照顾。怎么照顾的？就一个月给2000块钱生活费嘛。而在刘某平刑满释放时，肖某军等人还组织多名人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接风仪式。开了几十辆豪车，然后带着现金，就是赶到那个监狱门口去为他，把他接出来。然后就请到钱江最豪华的地方大开宴席，就是为他接风洗尘。在餐桌上洗尘的过程中，就给现金给车给房，就是收买人心，在当地影响特别大。不仅如此，
胡某喜甚至出让了自己公司的部分股份给刘某平。胡某喜给了我10%的股份，给你摆了10%的股份。嗯。然后安排老婆去公司上班，每个月给5000块钱，这样就是，整个组织的成员，这个小弟们都知道，你这样为了组织卖了命之后，你出来之后，都会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他们组织内部的一个规定，一个规矩，都是发生案件都是一个人去把整个事情扛下来，不会把其他人牵扯进去。有了刘某平这件事之后，肖某军涉黑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更是心甘情愿地为肖某军和胡某喜卖命。2015年，胡某喜和仇家蔡某梅再次爆发冲突，蔡某梅找人将胡某喜的侄子砍伤，胡某喜随即指示手下陈某忠对蔡某梅实施报复。主要安排在一个叫黄的手下，也是这个组织的公关成员去来具体的实施。我没有去，是别人去的。你叫别人去了？对，那个黄就安排了几个，找了几个小弟，就买好了作案的车辆，用的枪，就在街上一直在找这个梅。事有凑巧，胡某喜手下的这些人在街上转悠多天，还真就发现了蔡某梅乘坐的车辆，随即就追了上去。追的过程中就开枪射击这个车，导致这个车翻车了。车上有两个人，一个叫吴汉，他是轻伤，蔡某梅当时眼睛受伤，因为他有身上有案件在身，他就不敢去公安机关来报案，他就没去，他就跑了。光天化日在闹市街头开枪追击，导致翻车，社会影响极坏。而类似的事情，肖某军这伙人还做过很多件。小杨是潜江市人，他曾经和胡某喜的手下陈某忠发生过冲突，结果被陈某忠等人当街追砍。当时我跑的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时我看见145个交警在那个路口那里执勤，我就跑到那个交警的车子上面。结果他们这些人，他们看到了警车，看到了警察在那里，然后继续冲上去拿刀朝人家砍，就是他们连警察都没有放在眼里，非常猖獗。从这几个案例来看，具体实施作案的都是胡某喜、陈某忠、刘某平这些人，肖某军几乎从未露过面。那么在警方侦查和公诉机关起诉的过程中，为什么始终把肖某军作为这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号人物呢？在庭审中，肖某军也辩称他对很多案件事实根本就不知情，他说的是真的吗？警方接下来如何查找到肖某军涉案的直接证据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威名在外，一干人等慕名而来，逐渐退居幕后，试图经商洗白。肖氏集团覆灭记一线栏目继续播出。作为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肖某军是如何组织领导这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他们的队伍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对于这些核心问题，专案组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到了2011年，主要的成员胡书记等人从这个深圳回来，投靠给他，然后呢，这个两人呢就结合起来。这个一个胡书记呢，有求肖恩当时在潜江的江湖威名。这个肖恩呢，他是主要是在后台，这个前台就是靠胡书记在带领一帮小弟，是这种模式，然后进行结合，然后就网罗了一批这个社会闲散人员、骨干分子进行作案。肖某军和胡某喜都是湖北潜江人，两人原本就认识。2011年之前，胡某喜在深圳经营着一家服装厂，肖某军每次到深圳，胡某喜都出面接待，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此后，为了扩大生意规模，胡某喜计划回潜江老家开办一家服装厂，不料却遭遇了阻力。当时有一个服装协会啊，不允许他们进厂，这样找到肖军，肖军帮他疏通关系，让这个厂
在秦江落户。落户到秦江之后，他一方面就是以厂长的身份在秦江还有一定的地位，然后他一方面又积极的投靠肖主任，想借助他的势力，肖主任的势力在秦江获取更多的利益。胡主席就认可了肖主任的这个能量，拜他做大哥。胡某喜投靠了肖某军之后，一个叫做李某应的人也慕名而来。这个李某应也是潜江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打工。肖主任有一次犯了案，专门跑到李某应曾经打工的地方躲藏了一段时间。所以呢，2011年呢，李某应是在广东佛山混得身无分文，回了秦江投靠肖主任。胡某喜和李某应相继加入之后，肖某军如虎添翼，这两个人也成了他的左膀右臂。那么肖某军究竟有什么能量，又有什么威名，让这些人都心甘情愿地来投靠他，并且认为他可以摆平一切？据警方调查，肖某军从小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靠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肖某军在上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甚至还考过班里的第一名，但渐渐地受一些不良毒物以及音像制品的影响，他的性格开始变得扭曲，开始崇尚武力，偏激地认为只有以暴制暴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最后初中一毕业，他就专门去学习了武术。他习武之后，从性格上面就比较这个自认为讲江湖道义，注重江湖名声，常常把自己自比为这个杜日笙、宋江之类的人物。他一直崇尚的观点就是你狠我要比你更狠。踏入社会之后，越是在社会上有恶名的、有威名的，他越是要通过自己的暴力把别人打服。自此之后，肖某军经常参与一些打架斗殴事件，并因此开始小有名气。此后他又通过做小生意、承揽工程等累积了一定的财富。而真正让他获得所谓威名的关键事件是1993年时，他参与了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借朋友的钱之后不还啊，他然后就带人去出头，出头的过程中就是持刀把别人砍死了，他当时也参与了这个动手。当年发生的这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直接行凶者被判处了死刑，而肖某军到案后拒不认罪，由于客观证据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结果肖某军最终被无罪释放。此后他又尝试开设赌场。2010年，公安部部署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严打整治行动。湖北江汉油田警方把肖某军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但由于肖某军非常狡猾，并没有让警方获得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实质性证据，导致这个核查没有进行下去，他被重罪轻判，只按赌博判了10个月。所以呢，他通过这一次一次的逃脱法律的制裁和打击之后，让这个秦江社会上的人都非常佩服他，认为肖主任这个人非常有能力，这样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了。就这样，肖某军的所谓威名逐渐树立了起来，同时接连被警方盯上，肖某军也有所顾忌，他开始逐步转向了幕后。以肖军、胡旭喜为首的20名被告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犯罪组织，从肖军接受胡旭喜的的投靠，到默许受益胡旭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网罗人员，在组织成员有组织的实施一系列犯罪活动。我跟胡旭喜交往这个10年期间，胡旭喜没有跟我帮过任何忙，也没有为我获取项目提供过为以到要是所谓的组织成员跟我来以和养伤提供过帮助。在庭审中，肖某军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一些案件事实并不认可。肖某军辩称，他从未让胡某喜帮过忙，
胡某喜也从未给他提供过帮助。而自从肖某军转向幕后之后，他也的确是低调行事，很少抛头露面，这也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过专案组还是找到了很多肖某军涉案的直接证据，这其中就包括胡某喜的手下陈某忠等人的供述。肖军安排陈忠到这个武汉去报复一个叫陈成芳的这样一个人，这是肖军唯一个具体实施的，明确下指令指挥他的团伙成员去实施的犯罪。肖军是能够直接控制胡旭的，而且他随时打电话让胡旭指哪走哪。除了陈某忠的供述之外，该涉黑组织的其他多名成员也提到，肖某军是团伙的首要人物，这是团伙中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你知不知道肖某军是你们整个这一组的这一伙人里边的老大？那我肯定知道。你是听胡喜的是吧？对。胡喜听谁的？胡喜，他听他的大姑的吧，听小的吧。而在2012年，以肖某军为首的这个涉黑组织内部曾发生过一次内讧，胡某喜和李某应各自投靠肖某军之后，一直是该涉黑组织的2号、3号人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某应开始不服胡某喜了。因为李某应这个人比较能说会道，会办事，可能也比较得了肖德军的欣赏，李就当时就可能就想跨过这个胡律己，直接是我还是为了这个在组织内部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争斗。李某应想上位的意图让胡某喜非常不满。一天，胡某喜和李某应在练歌房里唱歌，胡某喜的一个手下跟他借钱，而胡某喜故意找茬，让手下人去找李某应借，自然是遭到了李某应的拒绝。唱歌结束之后，他们就在大厅里面碰到两个年轻人，那两个年轻人就看着他们进去，胡就觉得他们两个年轻人在挑衅他，随后他们就对这两个年轻人就是无故的进行殴打。在殴打的过程中，这也发现这两个年轻人是他的熟人，然后就串架。在串架的过程中，就是胡喜啊和他的手下觉得，当时就没有给他面子，没有借钱，你现在又在里面扯架，就对他极为不满。随后，他们就动手就是殴打这个李子英，其中有一个手下就拿出了一把小刀，将李子英刺伤。被刺伤的李某应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天晚上就是又再次。拿着枪，带着15个人过去到医院里面，把那些看护的人就是用枪指着，然后在病房里面把从病床上给砍了。李某应连续两次被胡某喜找人砍伤，而这件事也惊动了肖某军。肖就跟李某应来做这个工作，让他不要做这个伤心禁令，同时又答应他是吧，给他一些工程做，这样就等于是给了他的，给好处他安抚他。这个事情就在肖的这个介入下，最终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等于是内部肖他们组织内部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了。肖某军出面后，李某应拒不去做伤情鉴定，导致这一案件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胡某喜迫于肖某军的压力，最后也选择了不再计较，没有再跟李某应过不去。在以肖某军为首的这一涉黑组织中，肖某军是说一不二，具有绝对的权威，只要他出面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而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内部，在当时潜江市的其他一些涉黑涉恶的组织中，肖某军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潜江本地的一些黑恶势力，或者说别人眼中的老大，相互之间发生纠纷，他出面做调停，别人都会给他面子，都能把事态给调下来，让别人不走法律程序，充当了这个地下的，类似于地下的这个法官。公安机关的调查表明，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肖某军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潜江市的一些所谓的威名，
以黑护商，大肆敛财。那么，这样一个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坏的涉黑组织，它的成员最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操控建筑市场，欺行霸市，涉猎多个领域，大肆敛财，疯狂涉黑团伙最终承担代价。萧氏集团覆灭记一线栏目继续播出。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一个强势的地位，以势力和影响力为依托，通过组织犯罪能力作为支撑，来抢占市场，聚敛钱财，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了违法犯罪活动，维系了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形成较明显的以黑养商、以商互黑的这种形式。他要的是他的这个组织能够形成一种强势地位，能够随时在钱江掌控到一切，能够抢到所有的工程资源。专案组查明，肖某军利用自己在钱江的所谓势力和威名，控制了当地的建筑市场。当时有一家搅拌站租用了肖某军的场地，在肖某军的庇护下，李某印就和这家搅拌站的老板达成协议，由李某印提供原材料，生产出来的混凝土再交给陈某忠等人来销售。但混凝土销售出去之后的货款却被李某印、陈某忠等人截留了下来。一方面你就不停地去逼迫这个原老板让他这个支付这个材料款，另一方面他们截留货款又不给老板，双重压力之下，然后场地租用的场地也是他们那个场地是肖军的场地，就是续期到期了不给你续期了，这样重重的各种手段之下，这个原来的老板就没办法经营了。搅拌站的老板拿不到货款，又无法支付原材料的费用，导致资金链断裂，只得放弃经营。李某应等人趁机将该搅拌站收归了自己名下。这个搅拌站等于成了他们一个团伙的一个经济来源，对供养小弟一个来源。搅拌站和商混头是非常有前景的行业，也利益非常巨大。他们把这个搅拌站抢占以后，然后就是通过小弟不断的就是打通各个行业的销售混凝土的地方，然后是扩大自己市场，霸占一方，然后是非法获利。在获得这家搅拌站的控制权之后，该涉黑团伙的成员开始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强行给钱江市的大小建筑工地提供混凝土，而其他搅拌站想要获得生意，必须得到他们这伙人的批准。这帮人是在某些工地啊，他是以找各种理由，不让我们的车在工地上面施工，把我们的车拦到，不让我们的车走，有时是故意找个理由打我们的司机。小张就是一家搅拌站的负责人，他和一家建筑公司签订了合同，定期为该建筑公司提供混凝土，而当小张按照合同约定给该公司的工地送货时，却遭到了无端的阻扰。他们会把老板叫了之后就说他们想做，然后老板怕他们吧，就跟我们商量，你们按一点他们做算了。小张和那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因为惧怕肖某军等人的所谓威名，最终选择了妥协，将一部分业务让给了该涉黑团伙的成员。他如果说想得到什么工程啊这一方面的事情的话，他一出面别的老板基本上不敢那个跟他争夺这个市场的。2017年，钱江市某一建筑工程公开招标，肖某军想要得到这个工程，他一边安排手下人购买投标资质，一边给钱江市所有搞建筑的老板都打去了电话，就说这个事情我想搞，就是你们让给我，你们不要竞争的，下次有了同样的事情之后我来帮你们投标，这样给钱江各个老板打了电话之后，钱江的老板都放弃了，都没有去投这个标，最终就是他自己的买的资质来投标，于是中了这个标段。慢慢的，不仅是在建筑领域，
其他领域的生意，只要肖某军想要插手的，他都会指示手下人员想尽办法去染指其中。我个人感觉他在钱家是那种胡番禺的人物。十年间，以肖某军为首的这个涉黑组织经营的生意涉及房地产、金融、餐饮等多个领域，他们还不定期地开设赌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大肆放贷，并打着小投资高收益的旗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然后他就是把别人的钱存到他这里来，然后他是返利给别人，就是比如说10000块钱是吧，我返多钱你，然后不停的像这样不停的吸收，不停的壮大，然后就是到处宣传，然后像这样子把钱吸收过来，吸收过来，然后他是把钱拿着投资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包括他的一些小贷公司啊，包括他的一些房地产公司啊，像这样循环。公诉机关依法审查表明，以肖某军为首的这个涉黑组织累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9亿余元，其中有1.9亿元未兑付，该组织成员的各种非法所得累计相加高达5.8亿元。在这一案件中，这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些成员涉及的案件事实之前已经被法院审判过了，有了终审裁定，这其中有可能存在重罪轻判、降格处理等现象。那么对于这些案件是否可以重新审理呢？我国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地规定了一个程序，叫审判监督程序。这个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对以前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如果确实存在错误，包括如果是因为某种原因被降格处理，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被轻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个启动这个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会涉及到这个超过追诉时效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因为它原先已经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里面了，就不受这个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在黑社会案件里面还可能碰到的一种情形，就是已经被处理的案件本身它是正常被处理的，没有被降格，但是当时如果对那个案件的处理没有考虑它背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因素，那么也是可以这个重新来考虑它背后的因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原先作出的判决本身没有问题，比如说杀人行为、伤害行为，它的定罪量刑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对它原来的这个做出的这个先兆判决进行改判，我们只要考虑他原先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构成的，比如说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啊这个行为就可以了。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处罚，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刑法上讲的发现了他的漏罪，可以单独进行定罪量刑，单独进行处罚。当然和他以前做出的生效判决的罪，根据数罪并罚的原则来进行处理，但是肯定是会加重对他的处罚的。2020年12月20日，湖北省应城市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肖某军、胡某喜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2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27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肖某军等人提出了上诉。2021年3月2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一盘踞钱江多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彻底打掉，这个所谓的肖氏集团就此覆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